又回到这一年这一天，见到这所校园的第一面。在入学之前我就听说过，这里是一座传承着千年文脉的学府。上课铃声响起，清晨的阳光洒满东方红广场，岳麓书院透出桂花的香，集集一堂，麓山南路迎来青春的面庞，生生不息。我的未来将在这里扎根成长。在湖南大学，这里有的是赛道和天空，任你奔驰翱翔。每一次反应都是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大道至简，在微观处体察天地万物。何安立勉而为学，通天地人之为才。坚守突破，敢为人先，一往无前。课余时间走进湖大的食堂，从自助到西点，打卡网红美食还是重温家乡口味，这里的思想没有围墙，美食亦无边界。在宿舍，或是沉醉在爱好中，或是在学业里钻研，或者只是做一个甜美的梦。一座知识的矿藏，等待探险者寻找宝藏。真知藏在字里行间，也需要源头活水，既可博学，也能睿思，唯有勤勉方可致知。这里学术最前沿，这里文脉最绵长，这里山水最明秀，这里校园最开放。你还未来，我们无限期待。你的未来，由你定义精彩。